来了，倒缸之后，来寻找一下另外一只清洁虾，要不然因为现在里面没有分解者了吼，你若找无寻，不然最吵。啊，目前伫遐看，我大家甲看，伫遮，在那边呢，伫上后边遮有，有没有看到？伫遐，哎，对对对，有哦，伫遐。哦，我就唔知要哪夹咩。嗯，这一根，我看这后边这造景，我未来可能爱用较少的。也袂丢呢，还佫有一只粉，迄个啥，佫一只雀雕嘞，雀雕。切掉，唔知要安怎找哦。嗯，切下来，今天损失惨重啊！那个跌，跌啥时候？这我都救了，无多，完全无多哦，塌个死死死啊！完全没办法，先杀赵二。啊！哦，好，我看看看，看到死尸了。你是做医生的？好，夹起来了。哎，可怜呐。搁咧换呢，咱搁咧换，可怜呐、啊，无猜这两只饲到这久的，啊，搁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雀雕，爱顺啊找的，啊，伫遐伫遐，伫遐。这已经给救起来，哦，无紧啊，这个顶，这个顶来啊，也无法度。哦，今日拍只到要靠背，切掉，可怜的，哦，这拢是元老公。我夹济啦，我来出歹夹啦。哦，我这个，哦，手拢无力，连、欸、手都没有力。啊，哦，啊，无采一只。这出叫做寻找水中死鱼死虾啦，这是安尼，无菜，所以但是我感觉这届吼，这届经验吼，鱼啊像咱讲失误饲料去关掉哦，搁甲开哦，就是那个抽水马达的部分，不过尾也意味着一个问题，啊那万不以后跳电有无？跳电。是不是整缸就会倒了？啊，你那个抽水马达也没有办法装两个啦。啊，我这马底下想讲吼，正确你若讲真正，像这种海水鱼伊无作用，水藻底下光合作用无。我感觉若真正，我唔知道人安尼用嘛，我觉得可能要加装 UPS， 以防突然间断电，啊无讲真无法度。啊，你像这個，就讲真，你有没有打？空气有没有打这个一样，它是会活，你知道？啊，这嘛是同款。你若讲暂时无迄落，无咧拍水也还好。啊，这个没有打水，它就 GG 了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了，够毕业了。